相隔八年，基隆市再次出现登革热本土病例。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非常关心校园防治登革热的情况。市政府教育处强调，已经行文各校加强清除积水容器，避免滋生病媒蚊，防治登革热传染。我们也特别的要求教育处长，针对我们辖区里面各校有各种的要求啊，尤其环境卫生的这个整理跟维护啊。那我想登革热这个防疫工作是全民一起动起来的。那为了要防范这个登革热的产生，所以呢，也要在此呼吁各校，针对于学校的一些容器，还有一些积水的地方，务必要加强巡视清除，然后能够让孩子们在被守护的环境里面平安的成长。另外，以教育处为主，会同卫生局、产发处、动保所以及政风处等市府团队，邀请食品安全管制系统 HACCP 协会专家和市议会教育小组议员张耿辉、秦真、林佩祥以及连恩典秘书等人，共同稽查食材厂商，严格审查学校营养午餐食材来源和品质，守护学生健康。对于午餐品质的一个把关以及掌握的部分，除了市长的关心之外，我们也希望透过议座们议会民意代表对于我们学童的关心，能够在品质把关的部分，我们能够更加的严谨。那同时也希望能够守护我们孩子们的一个身心的健康。真的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教育处长细心的安排，而且我们到现场针对一些些事，我们也提供给我们供应商来做参考。尤其我们教育处长也特别聘请了我们的食品专家两位处长到现场，还有卫生局相关单位来我们供应商先地了解。我想在我们谢市长上任以后，对于我们这个食安也非常重视。教育处长刘美兰进一步表示，市政府重视学校营养午餐品质，用高标准把关，源头管理面审视供货来源，到场了解进行出货单据凭证以及厂区的卫生环境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